在这里好了。我决定了，我决定我要去练体操了。是竞技啦啦队啊！我要去练竞技啦啦队 ，OK 吗？要不要再往上？再往上？别别别！我跑！不行啦，他还没结婚呢。踩我们的手，我直接把你哦，好，然后你屁股夹紧，膝盖打直，对，你看一下，好啊，如果你 OK， 你就上，夹紧，好恐怖，膝盖打直，厉害，夹紧屁股，夹起来，耶，厉害，好强啊，哇，赶快拍照，我看你今天就留在这里好了，好。我决定了，我决定我要去练体操了。是竞技啦啦队啊！我要去练竞技啦啦队 ，OK 吗？要不要再往上？再往上？别！我跑！满足。好 ，OK。不行啦，他还没结婚呢。还没结。快点，快点，轻一点。站！哇，超厉害的！突然终于抓到你了，超级忙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跑来跑去，还要去神教那边。对。那你觉得我们今天的表现，你打几分？100分。100分。哇，主委人好好啊！那你下次还会请我们来吗？会吗？百分之百会。哦，我以为他说不会再来了。他都跟你打100分。不会了。你们都很敬业，都很敬业。主委很喜欢你们两位。真的，我们也很喜欢你。主委比我们厉害。赶快叫干爹吧。干爹！你缺干女儿吗？有。送我们的，有，是什么？这个一人一份。哇，谢谢。这个都是我们的文创。哇，好丰富哦！我这个。还有那个道长加持过的。超级多的。对，那我们文创都不错哦。还有金铲子。哎呀，谢谢诸位。哎呀，金铲子还留着了。金铲子是哦，要结婚了才能用哦。啊，没有结婚不能的。还有啊，没结婚生小孩怎么办？不是有那个带财。啊，也可以了，也可以了。那我们等下赶快拿去拍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爸，爸您去忙。谢谢爸爸。